没有那个不怕的，因为不怕表示没有开在极限。出发喽！事实上，当你认清，你也愿意坦白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从这个问题去解决，然后慢慢我就突破了这个问题。豆腐会完整如初，只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开太慢，二是开得不够快。对我来讲都不是太慢，所以我要想办法把它开到烂为止。除了我以外，还有许多很棒的赛车手，大家都在为这一块领域努力，为台湾争光。台湾其实也有赛车手。哦，我看我们今天是没有豆腐可以吃了，惨了。这件事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谜，我一直想找机会亲眼目睹一下，因为眼见为凭才是真理。启发无限可能。This is who we are.